要是你在梦里打过我，你最好现在就醒醒，给我道歉。而且重拳打到了就唤醒是不行。挨了一枪，这么牛啊！两级血大不了，好离谱啊！这不灭之我一直 A 我。其实不交这个 W， 他好像也死了。但我怕他烫不死，因为他是个盖伦。其实感觉理论上来说，应该是烫不起。但主要打盖伦老是翻车。就是最后一丝血就烫不死，我应该是嘎了，但是能扛是多一些。我这个打不好。他直接上就好了，我没 W， 不知道他在等什么，等我技能 CD 好才对。错失良机，直接上就好了，绕了都要绕十秒钟，什么技能也都好了。确实，你们在那点火都好了，还在那儿绕。骨头折断的动静就是紧闭。点骸骨了，铁丝变的破骸骨。打不死，打残，下一波吧。我觉得是推进进攻区，没大不了。但是这波细节不够，应该一些铁丝鞭的伤害能高一点。这是提亚马特哦，一个意思，那效果是一样的。它是一样的，一样的东西。放心吧，我只是想补个炮车。可以稍微拦一下他。我是打断不了的。
稍微拦一下，虽然说没什么效果，就是说打不，我拦不住他上去，诺手就能拦得住，万豪伤害不够，拦不住。别这样盖轮子，我要被单杀的。我没打，我就被他抓到了，我操！打不过，我以为他不会来管我呢。家伙一点都不怕我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有需求的地方就有供给。有 Q 的吗？展示一下我的绝技敲山震虎，应该叫隔山打牛啊。一个长坑，有个远程一样的东西。你不会又要过来打断我吧？别这样哥，我真回家了。没打断我就行，隔山打湖也没问题啊。目标明确啊，思路没问题的啊，两个都要了。我知道，别给了，我记得第一次打架之后，我哭着跑回家找我老妈，她用爪子帮我擦眼泪来着。我的拳确实很花，但是瓜也得打不是吗？先来两拳，在我的场子里会停手。没状态了，这个血量被斩杀了，他的大招能打我一个700血左右，等一下回血。来，我要把他爆出塔，虽然他有 W， 但是开不出技能呀！哎，别 Q 小兵了，哥，马上就要死了。哎呦 ，Q 不出来呀！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打不过撤吧。
哦，死了好像。梆梆硬啊，锤不动啊，梆硬啊，拳打上去他妈没伤害呢。主要他这个斩杀对我来说太伤了，我扛不住啊。我说了他一个大能打我七百血，我总共就一千血，那么 Q 一下防御塔 A 一下死了，感觉还是得 Q 起手。当你在高处的时候，总有些蠢蛋想把你拉下马，他们抓着你的枪，把你的漂亮鞋一趟。舒服了，好大一个人是吧？然后他要遭殃了呀，不拆完了呀，我就赶不上。放开我的防御塔，你这个禽兽！给他来个三环！哎，你是干什么，威恩？这个都没了，我操！干什么？哎，我的塔居然保住了，这个塔我必须要守住，不能给他。哎，长塔，你别开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他们说吃一堑长一智，要真是这样，我已经让全世界的人都从大受伤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！我要动手了，我就不有血手了。动手！肘击，肘击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也能刮到我啊？就是肘击，用肘来打拳击的那种。
has been slain. 草莓肘击，这个我知道。看那种格斗比赛，他好像都是用拳打，一般不用肘击。他都是，哇操，都打头啊！还在闹。大哥的感觉比不当好太多。怎么说？这怎么感觉比盖伦还肉啊？啊，不是这。别搞别搞，怎么不救我啊？去打红 buff 了，你是不是人呐、啊，螳螂啊？本来想象你是个人呐、啊，啊？没遇到他，遇到他直接就自己把他打死了。男枪没什么战斗力的。我的伤害好低啊，怎么这么低啊，打不动人了都。扔不出这种破败之类的，真打石头人真费劲儿。这地方打不动。What the fuck？ 太正义了，大伙。他大招能打我一千多血，那没办法。你不站撸也没办法，我也跑不过他。那 A 还能吸两滴血呢。选手挡不住啊，除非他 R 我的选手。等选手过完再 R 我，挡不住的。只能打团避免第一时间被灭。打不是很动啊。啊！当我没说啊。
A 星之钢，啊，给你 A， 来，给你 A 星之钢，真的给你 A。什么东西？泉水里跑出来了一个先锋。啊！我死的好惨啊！他随手一下我就死了。你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啊！啊！什么？竟抵不住，挡不住他的随意的一击，就是捏捏小鸡呀，是把我捏死了。What the f- What? 啊！怎么这样掉闪了？浪费弓箭。这一千场的石头人怎么不太聪明的样子？